音乐关掉了啦。各位同学请坐，即下要开始上课啊！各位同学请坐，即下要开始上课啊！好，咱即下来开始啦，哈！啊，各位同信，大家早安。啊、呃，咱十点哎九点二十开始哈，啊，所以啊拜咱都要照时间。 你你即个时间和你诶时间也无对哦，台生，你时间也无对，你爱对又好，吼、哦！你这你这個时间可能无对，即摆已经九点二十二分，吼、哦。好，咱今仔日啊，即、哦這个时间啊、哦，由我和逐个来分享咱未来啊欲。哦 用心来建设台湾的时阵，啊，咱一寡啊，一种思考的方向啊，直接要和大家分享。咱台湾伫日本人统治的这个阶段，日本人伫第一届对台湾这个土地建立一个政治的主权。伫日本人来统治之前，台湾虽然足济人大过荷兰人嘛，来大过西班牙。 清朝的人啊，各种法国人也捌来过。但是，遮个人来台湾，伊来占领，拢是一个小的区域，伊伫遐做生李，伫遐殖民，伫遐摕着伊的好处，啊，离开台湾。独独跟一个国家日本建立过台湾的主权。啊，台湾人因为无国家的观念，自古早时代。 其实你也去看一本册，啊，何显荣教授所写的一本册。台湾事实上是全世界高文明的发源地，比日本搁较早。只要一万几年前，啊，台湾就正先进的文明，啊，伫台湾这个土地面顶咧发展，而且扩展到全世界去。啊，是啥、啊、啦？遮尔啊文明，汉尼发达。 诶，一个所在，到尾啊，那会无一个国家嘅形成。啊，当然啊，那、呃、要追究遮过去，其实咱会用看到啊，即、呃、马留伫台湾即块土地面顶一寡啊遗迹，互、呃、咱有法度了解，即中间发生过足侪代志，包括啊，伫、呃、即个过程当中有一届做大水。 咱伫啊，宜兰遐有一个所在，你若看遐地形，迄山景啊，山景捌放过，放过迄毋是讲一块石头落落海底，是敲落两三分之一个山放落海底，啊造成真大个 t s u 啊，互地球造成一界全球性个毁灭，啊，迄、那个以后啊，台湾煞因为即个盐水。 转地球，迄、那个水拢涨起来，涨起来了后，所以村多位有法度挖有山，伫山顶一个人拢住伫山顶，有法度啊留落来。啊，因为这个文明无继续延续落去，啊,在啊，留伫啊山顶继续先生传即阵人，到尾啊，伫台湾留落来了后，并无有,有建立国家的即款的想法，所以台湾人。 在咱历史的记载面顶，作者无同款民族，拢来只住过，来只统治过。即人，把台湾当作是一个殖民地，单听摕到的利益，而且殖民，伊嘛无把台湾全部甲征服起来，来殖民。因为啊，咱台湾实在是一个宝岛，凊彩占所在，都有法度摕到足大的利益，安尼。 经过遮侪年，加拿大、日本来台湾有建立台湾的主权，变做大日本帝国的领土。啊，所以咱常常看着啊、呃、一寡描描写台湾过去的历史，啊、呃、一寡人，譬如讲张伟最，啊、呃，民视啊嘛捌对张伟最即个人做一个记录纪录片啊、呃、来。 啊，报上和大家了解蒋伟水是虾物人？蒋伟水因老爸是是清朝直接殖民的时阵啊，在台湾出世的。所以蒋伟水因为细汉甲大汉的中间，伊经历过甲午战争以后，台湾去互清朝挂洋即件代志。所以你为蒋伟水的思想甲观念内底，你会发现蒋伟水伊是认为，伊是中国人。所以迄阵啊。 啊，认、呃、为伊是中国人，所以认为台湾啊和中国是有关系。所以咱未来存在历史的因因素，让咱一寡想法受到束缚。咱头拄仔看、那個，地球长伊用迄个啊马丁路德金迄个雕像，迄、那个雕像有一个足大的意义，就是讲咱人诶思想拢是去互。 原来你个历史、你个教育、你个生活环境、你个背景，甲你束缚。啊！你只有爱为你从束缚这思想个观念内底行出一条路，你到可以改变你所住个环境。台湾就是纯安尼。咱用中华民国个教育甲咱束缚，哦，讲你是中国人，讲你永存个祖先是位登山过来，讲乜嘢？咱也为黑人来看。 嘛，也完全无即个代志。林马尼教授所做的，用 DNA 迄拢无法度找啥物。你讲面正常，但是 DNA 验的都毋是共款祖先的人，还着需一个，都法度讲个足清楚。今仔日台湾去互中国人加咱通敌，通敌加加咱教讲咱是中国人，咱敢是中国人？其实对一个国家来讲，你要用一个国家的观念来讲。 你是虾米所在人，并无重要。咱来看,看美国人，美国人有法度，即马伫全世界变作一个上强的国家。因就是用国家的观念，毋是用民族的观念。用民族，我等算起来，美国人就真好啊！有一批是为英国来，也有为南南欧来，嘛有为北欧来，嘛有为东亚洲来，全世界的人拢有去遐做美国人。 安尼大家要计较讲，无我是虾物人诶时阵，是毋是真麻烦？啊！逐个顶下咧计较讲，我是中国人，伫美国，我嘛要搁做中国人，即、這个国家绝对袂兴。是安啦？逐家拢放弃伊诶复原，今仔日为着国家，有一个国家诶观念，只要咱即个国家兴旺强，咱第百姓才有可能过幸福诶日子。有即个国家诶观念，要安那为？ 民族即个观念，讲啊，你对中国人走去啊美国，你讲系物人？你就是美国人。英国人走去啊美国，你什物人？你就是美国人。你也无即款国家诶观念，你家一直想讲啊，我就是炎黄诶子孙，啊，你啊炎黄子孙，请你倒去中国。所以啊，有作者人想要变做美国人诶时阵，爱经过什物程序？咱讲一个国际诶形成，你必须要有主观。 啊，有意愿啊，有一个规定合法的证书。你的主观讲，我要做美国人，你但是你袂使伫恁兜啊，目角逐工伫下咧讲，我要做美国人。你爱行出门，爱去申请，爱去表达你的意愿，表达你的意愿了后，爱去看人辈无，人即个国家辈无，即、這个国家佫看讲，你要来做阮即个国家的人。第一，你必须要住伫遮。 你今仔逐讲讲，你要做美国人，结果你拢住伫台湾。你逐讲讲，你要做美国人，你甲申请绿卡了后，你三不五时拢走登恁个国家，你是什物意思？你要做美国人，你必须爱美国，你必须住伫美国。所以常常有人讲啊，即、這个移民监吼、哦，你为着移民，所以爱去美国做作家、笑死人啊，无你莫做美国人啊。美国人无你个拜托，讲你来做美国人啊。你今仔要去做迄个国家个人，当然爱住伫遐 啊！你也无爱待伫遐，你就卖做遐国家的人。啊，所以对一个国家的观念，人是安尼来计较。啊，所以今仔日咱今仔日台湾，因为并无有,有一个国家的观念，所以日本人来遮通知通知，甲半步。一队人,人，佮认为伊是中国人，包括蒋纬翠即个人。啊，所以蒋纬翠伊对台湾到底是有贡献，啊，是？ 对台湾的前途是有损害。我感觉在即个阶段，咱无全部清楚的资讯的时阵，咱无时间去发长真正真歹个质量定位。但是，我有一个观察点：只要国平当讲即人好，我就感觉即人无问题。全部咱台湾人足济人，二二八和中国人台式的精英较济，倒一个。 伊诶名，放伫咱即嘛，中华民国统治诶台湾这面顶，做一条路王诶名。国民党会讲即人好，他们讲即人绝对是挖中国思想诶。啊，所以伊到底是好还是歹？我就目前无要甲评论，但是咱也有一个观念，因为像即款人，像蒋纬祖即款人，虽然讲啊，伊迄阵啊嘛是为着在地台湾人伫遐咧拍拼，但是伊拍平方向对啊毋对？ 伊拍表方向要和甲通知的即个政权，人甲通知有合理合法无？如果甲通知有合理合法，你要共变，你凭虾物共变？人是根据国际条约摕到台湾即个土地主权，啊，你是要共咁啊，今日换倒转来，咱来看台湾。台湾即个土地目前许中华民国统治，咱来思考中华民国有拥有台湾的主权啊无？ 咱今仔受教高级班遮个训练，内底作者内容一再甲你说明，提出证据互你看。中华民国即流氓政权有台湾即块土地的主权啊？无，无啊，所以既然甲无，咱今仔要叫伊走是合理合法的。是种要叫伊走，咱要用啥物方法较轻巧较顺利会用叫伊走？所以到尾咱去告美国，咱去告美国是安那？ 因为美国是主柱啦。咱定最近发生足侪代志，譬如讲，何氏要个起无？何氏要个起，大概一三月七八，哦，一群人去街头抗议中华民国讲，你袂使阁攵起何氏，何氏何仁店一定要改，你抗议敢对对象？今仔日直接土地面顶，你要讲无爱用何氏，你爱安怎麼做？你叫中华民国卖去何氏哦？ 无可能！伊敢要听你个？伊昨全部台湾加加起来无过十万人,人，进前六十万伊无插理啊，二十万伊在看伊要改毋改。所以即阵人对中华民国来讲，包括胡茂逐个感觉啊，胡茂请袂台湾个死啊，叫叫嘞，你个抗伊，你甲改工啊，公听会甲讲安尼安尼安尼，咱台湾利益个损害，伊要插理无？ 无要差别，是安那？因为抗议的对象唔对，中华民国无台湾即个土地主权，伊所做诶拢无法官诶依据。所以咱咧较紧做啥？咱咧较紧努力诶，就是甲中华民国即个政权互伊离开台湾。离开了，中国讲我含你台湾签订拍设，毋是你是含中华民国签，含中华民国签，未来你就要找中华民国算效，毋是找阮台湾算效。 阮台湾并无含要签任何的条约，啊，这就是咱必须要开始对台湾即个土地的法律的真相、主权的真相了解。你甲知安那处理台湾的代志？咱正紧即日啊，特别到中华民国伊无偌久，伊都要离开。啊，离开、啊、了后呢？离开了后，台湾经过伊六十几冬的统治，互伊甲咱台湾变做安那？ 逐家目睭背景所看到的台湾即个社会，连一个猪肉伊都无法度管；连一个猪肉的代志，伊都处理啊袂好。迄间目睭金金看，五月、七月，台湾的猪肉都会无够。而且五月、七月，迄阵开始有节日，啊哎，阵变呐？哎、欸，拢无咧处理啊！你想啦，咱是一个自由的社会，你惊有物件欲卖，你目睭知影着讲，后个月就會起价，你敢欲卖？你当然无欲卖嘛！ 哎、欸，是咩怪相？哦，怪即个饲猪滴，你饲啊猪，家你撑伫厝，拢无爱卖，人凭什物卖卖？你也毋是专制社会，我凭什物？我当时要卖是阮兜刀自由啊！国家有国家嘅筹码，国家有国家嘅筹码，未晓用，伊敢放迄许拖拖，甲逐个无法度过日子。即、這个社会继续啊，安尼个腐咧，台湾真正许腐死。啊好，好你敢知。 咱知影，无偌久，伊就要离开。啊開，离开了后咧，离开了后，台湾直接国民党诶，中国人诶政权，甲咱吞打六十几冬了后，咱明仔重新来做起。台湾人,人，甲你管，心台湾人。 感是一个幸福美满的保证。咱来思考即个代志，咱一直努力努力，甲中华民国赶走啊，啊过来嘞，过来，物件未位天顶落来，今仔日咱所希望子孙要活伫一个甚物款的社会、甚物款的国家的环境内底，即个，好，多谢，咱即个期待，要安来完成。 伊的主人会天顶落来吗？必须要过来是靠咱逐个，啊，咱逐个有法度甲台湾建设甲比国民党即种通知较好吗？比民进党迄阵执政诶时阵较好吗？逐个来思考看觅，咱定定我去讲啊，介绍先，常定拄着一个情形哦，恁后摆敢真正有法度管比即码国民党还是民进党管较好？逐个有去思考过无？如果 啊，管一个比然较歹，真正硬气，无使你母去拖。所以咱即马，因为即件即工廿米就要来，咱明仔来思考，伫即个中华民国离开了后，重新来建设台湾。如果啊想讲，啊好，即马，换我吼，换我我，要好好要来发挥一下。你有迄个才调吗？你有迄个才调，甲台湾管理好吗？你诶？ 标准是到个叫做好，其实咱心肝想较倒，咱能有做较倒。咱若想袂到遐，你永远无法度做个遐。所以這，即阵咱要来重建台湾，思考即个方向的时阵，咱大概先甲目标定出来。你希望后摆台湾是甚物款的台湾？你想的、你想会到，甲做会到，你也想袂到。 你感觉讲啊？打工食咸鸡签就足美满的，大家拢知影中国有一个啊故事，叫做《呵呵夜郎自大》。夜郎自大，一个小國家，界讲全世界以上多，你敢想的遐？你敢用做个遐？所以咱即嘛来讲台湾未来，咱干嘛讲这个国家爱成为什么款呢？国家咱家是达着咱的希望。 啊、要用什么标准？简单，咱用世界一流诶国家诶标准来看卖。咱希望后摆，咱诶乡村含美国人眼款，含澳洲人眼款，含日本人款，伫世界上，你去到倒位，人拢甲你欢迎，讲哦，这是先进一流国家来。但要做到即个程度诶时阵，啊，咱没有做到，咱距离即个世界一流国家偌远。 咱只要算出来即个距离，咱就知影讲？咱那个用偌在力，还是讲讲伫偌远，咱那个拍拼外固改造。咱今仔日啊，我想讲用即四点来和大家啊分享。咱距离世界一流国家有偌远。第一就是经济，经济正重要，大家也食袂饱。其实这全世界哦、啊，常常用经济来比较即个国家进步，还是？ 无进步。咱来看第一个经济，经济是一个做客观的比较，因为伊有数据，伊的数据就是钱。然后咱来看经济，台湾伫全世界目前互中华民国安尼管理的时，阵，伊变做哪？其实这是啊，两千零十二年的数据。咱台湾啊，伫、呃、全世界一百八十二个国家，伊排、啊、第啊第三十七名。 迄阵啊是两万几块美金，即码嘛差不多安尼。咱最近定日讨论讲，咱是安呐啊，一般的,的薪水拢较低，一般的大学生，咱用大学生刚毕业，和韩国比，所以输起了三，咱才赢三分之一。新加坡差不多，马桥要输三分之一。是安呐，啊，逐个咧讨论讲，咱的薪水是安较低，迄阵，结果你也看江怡或安拉讲。 你啊，看即个即种的哦，伫个负责经济即个官员安啊，讲伊家己讲较白，伊是用较啊无、呃、直接的方式来讲、呃、啊，是啊，台湾薪水较较少的时阵，其实你啊换做白话就是安啊，恁家己含慢啊，恁家己含慢啊，恁家己含慢,、啊、慢只好领较少个薪水啊。伊无哩考虑讲，伊今仔去做行政院长，规个台湾的。 不管是教育啊、uh,、经济，拢伊咧管的时阵，伊甲搞牵拖讲啊，恁家己含慢啊，恁家己无认真啊，啊，谁也无认真，谁也今仔日，包括我伫大学教册，我看着即卖大学生，我教到用要吐血。啊，你上课迄款精神，我定了足无欢喜讲，啊，无要读个啊，吼，保护看看等于无差下、那个、钱，诶、欸，来遮读册爱钱呢，毋是免钱呢。 啊钱交交的，无要来上课，上课无要听，啊坐伫遐讲话，伫遐耍手机啊，到底是创啥？今日台湾会造成即个程度，即款情形是想造成的，政府造成的呢？政府用一个环境，好在少年人无生活的压力，逐个拢迷伫大学，一个各案，要上课就上，不爱上课就不爱上。 啊！即个囝仔后摆出来，当然无竞争力嘛，当然伊个薪水低嘛，倽造成个，毋是即个囝仔平安尼呢？你大环境个造成安尼，何伊感觉讲本来日子着爱安尼过，倽个错误？政府个错误啊！啊！你今仔讲啊，是你家己嫌慢啊，你家己无爱认真啊，因为啥呐？即就是啊，精英诶思考模式，因为伊感觉伊足厉害，伊足优秀个，伊足认真呢。 啊你得來！你无必要含伊共款，讲较歹听，伊心肝内底乌 l w 是讲，恁也无必要认真，恁就四好尔嘛。薪水较低本来就是安尼嘛，但是即是啥？即是国家的政令呢。好，咱来看咱即马台湾薪水较低，汝看澳洲、韩国、韩国真正和咱差不多即马短脚国过。咱来看含台湾和澳洲的比较，澳洲是安尼摕澳洲来。 澳洲伊诶人口和台湾差不多，拢两千几万人，台湾嘛两千几万人。啊，是安尼平平一个人，伊赚诶钱是咱诶三倍。咱未来，中华民国离开台湾了后，即、這个政权落在咱台湾人诶手头，咱有法度有，像澳洲安尼，每一个人有法度趁查赚钱无？即就是咱未来要努力诶方向。 阿讲你讲毋知影要咩做？无咱来看澳洲，伊表面两千几万人，澳洲个含咱遮共款。事实是平，咱是立体。澳洲伊为赤道热带，开始昏昏乱乱。伊上海北边著是伊南半球，伊上海北边作赤平赤道热带，作南平已经温带啊。所以澳洲即块土地面顶。 足这种无共款的气候，全世界气候伊拢有啊。而且因为四边拢是海，伊澳洲大陆四边拢是海，所以全世界所有海的资源，伊差不多嘛拢有。台湾嘞，台湾虽然足细，但是咱台湾悬，咱为乡村热带，你啊一直爬爬爬爬爬爬到山顶归了去，玉山三千几公尺，已经较寒带去啊。 所以台湾虽然伊无面积足阔，但是因为地理地形的关系，造成台湾其实和澳洲非常相像。啊，所以澳洲有法度发展诶，伊法度一个人趁六万几块美金，咱的三倍外，咱台湾有,有法度有即、這个啊潜力来达成即个目标。啊，人安怎做？咱要用来个学。第一。 啊、呃，全世界啊、呃，经济强跟弱有几种原因。第一，著、就是科技。咱最近，中华民国开咱的钱去甲美国买十二架啊，阿帕奇直升机，买啊，六、呃、架 P 三 C，这开落拢是五六百亿、七八百亿。人买你一架 P 三 C，郭台铭伊个。 伊迄个血汗工厂爱做偌久，搞到赚迄个钱去买人一只 P 三 C，所以即个科技科技诶，关键个造成讲，你到底是趁轻科钱，还是趁会寡钱？咱未来台湾有迄个基础来发展科技，来趁这个轻科钱无？绝对是有，咱台湾人诚巧，伊讲外巧，全世界巧无巧？ 毋是讲学王力啊，第得他们挂一个发明奖。咱来看全世界，遮个无共款个国家，倒一个国家有法度培养出诺贝尔奖得主？用台湾都无，但是咱台湾有出一个李远哲呢？李远哲是台湾人呢，伊个头壳、头脑是台湾人，台湾人个头脑呢？只是台湾个环境无法度，互伊发挥？伊只好走去美国。美国有佮个环境，互伊变做。 迄个头脑完全发挥，去得到诺贝尔奖。所以咱台湾人头脑是有，环境无。啊，所以只要咱有迄个改变，改变啥？改变一个思想。台湾人伫即个啊、呃、人人才伫利,利用即个思想面顶，非常中国式诶。咱开头讲着国民诶能力诶时阵，再来即个讲开较侪、较清楚者。所以科技。 这是一个足重要的啊方面，互你诶国家有法度趁足侪钱。我会记咧迄阵我去买迄个苹果电脑诶 iPad Two，买 iPad Two 诶时阵，我买就到倒单，是安那，讲爱交八成诶钱，等两个月。哦，我著只好因为听讲迄诚好用，后、哦、摆去演讲吼、哦，免摕迄个手提电脑挡缓缓，摕一块平板电脑都用去演讲。 啊，著讲，较人艰苦嘛是去甲等，生意也安尼做，你讲敢袂趁钱。你一项物件，人要甲你买，钱先摕来，互你过当两个月，惊死人！即款生意安尼绝对会互你趁钱。无怪苹果电脑赫尔要趁钱。第二著是爱有三家的规模。咱未来中国人伫台湾，甲伊教育培养，逐个拢爱做头家。啊，逐个拢爱做头家时，你诶规模都。 无法度大，啊！即规模，啥样嘅规模？咱用一个例来看，非常的清楚。我细汉诶时阵，厝边隔壁啊，凊彩行街头巷尾，定定去干妈店，即起码干阿有干妈店，倒一间干妈店我都话落。去，拢不做啥？Seven Eleven、全家、来而富，啊。且占咱台湾所有即款啊、呃、零售业。 非常非常的大，所有干巴店全部拢翘起，是安那？因为伊无产业的规模，伊无法多竞争。所以未来咱个产业的发展，唔哪讲爱有产业的规模，爱够有配套，爱有上上中下游，爱有产业链，爱有产业聚落，安尼够有法度含世界来竞争。咱台湾有足大个基础，就是进前，即摆教育我毋敢讲。 伫进前，台湾的教育至少，因为伊强迫你背一寡物件，啊，训练一批技术人员，素质阁袂歹。啊，但系过来，因为咱规个教育无甲即卖面面貌貌，我都唔知即卖大学生出来，伊到底会用做啥。但是咱继续甲教育甲改变落了，其实依咱台湾人的聪明，咱绝对有法多。 做好嘅发展，啊，第三点就是产业嘅特色。咱头先讲澳洲，澳洲伊趁伊嘅国民所得是咱嘅三倍，凭虾米咱嘅三倍？因是做虾米款嘅生意，有法度趁咱嘅三倍。伊其实都是即两点：第一，就是伊嘅附加价值观；，伊百分之七十，即、這个国家嘅收入是。 高附加价值的服务业，啊，这个、高附加价值的服务业啊，到底是什物款？简单来讲，你今仔日啊，看到一张相，讲哦，伫澳洲的大堡礁有迄款石斑比人较大只，你也想要去看迄只石斑，含面翕一张相，你必须要坐飞机，坐飞机到澳洲，到澳洲的飞机场，你就要开始开钱，给澳洲的政府。 你别去看迄只石斑，你无法度去海边哦，迄个长水沙青啊，拢有都有，无？你还要坐船，坐去遐大宝礁。啊，坐船去的时候，你敢在迄只石斑伫倒？你毋知？毋是有船就会使，你必须还要请教练，因为教练知影，有法度带你去迄个所在，有法教导含迄只石斑欣赏。啊，迄只石斑，伫倒，伫水深叫做十米遐、啊。伫水深十米你，你别含去欣赏，你敢？ 免派装备，你伫内底禁开车、禁昏瓜，你都无开啊！所以你爱去租装备、乘請,请教练、租船。啊，你敢去澳洲的时阵，你讲无当天来回，会使互能去飞也，哎呀，唱最了随便飞倒去，无可能。啊，较远一路去，当然爱去遐算几工啊，至少嘛算十工啊。那唔拿大保交呢？人够有作些好耍的所在，好，你遐一坐落去叫澳洲。 你伫你个国家，欠长内多，迄钱少少少，摕去澳洲享受十天一礼拜，倒来，你赚了遐钱，澳洲甲你收去。咱台湾有即款个条件，含澳洲共款来发展即款高附加价带服务业无？有台湾个珊瑚礁是全世界唯一。第一就是大堡礁，第二就是咱台湾。 有全世界微利，即两个珊瑚礁种类上侪。咱的珊瑚礁，珊瑚种类拢要超过两三百种。澳洲嘛是安尼，啊，其他的你去东南亚遐度假胜地，博流啦、关岛啦、夏威夷啦，啊，是讲倒位有珊瑚礁的所在，珊瑚拢一两种。看起都一个型啊是两个型咱台湾有两三百种，澳洲嘛是安尼。 所以咱和澳洲是非常相像，全世各家这两个所在，有去款条件。啊，第二，咱台湾遮个啊地理个环境，咱头拄仔讲澳洲，伊四边拢是海，啊四边拢有足济种无共款个海花，互你去游览。啊，澳洲有偌大，你去澳洲坐一日，你要开偌久个时间？台湾嘛是共款。 台湾四边拢是海，咱会用看伫东海岸出去、就是，着是随有法都看到海洋，看到大洋诶迄款诶生态。伫咱西海岸，也有沿岸，也有珊瑚礁，也有草、珊瑚，足侪种抑啊！有啊，迄、呃那个水鼻子迄款诶红树林，你欲爱看虾物款海诶精形，包括海底温泉。台湾拢有，台湾十一年爱偌久。 三天一礼拜，唔免。台湾你要真紧，有法到全世界欲看诶海的风景，甚一连台湾你全部看会到。所以台湾和澳洲有共款的条件来发展遮个高附加价值诶服务业。知海呢？我曾经捌看过啊、呃，人英国，伊爱看蕉诶，专工一個人开十万块。 为英国包飞机啊，坐轮机集团来台湾，一人开十万块，请导游船去看啥？看山顶一种鸟，叫做南富鹇。公家来台湾，干要为着要看一种鸟啊？因为迄款鸟啊，南富鹇是台湾的特有种啊。全世界的喊讲哦，这只鸟哇水，其实一只鸟唔难水尔。迄只鸟阁会和人互动。我打曾经。啊 啊！伫迄、呃、个大加溪啊啊，即、呃呃这个樱花伫遐咧做研究诶时阵，阮若较山顶时阵拄着南虎仙啊，我一鸟真偌高怪，伊看着人啊、地母啊，伊着飞飞飞，甲你无甲夹诶、夹走诶，哇！迄种叫一点无甲叫袂着，啊！着遮高怪鸟啊！啊！伫台湾足特殊，人英国人甘愿一个开十万箍来遮参观。 来遮敢看即张照啊？所以台湾，咱只好啊，好好甲台湾遮的啊生态环境甲保护好，甲开发出来，咱绝对有含澳洲共款即个条件来发展即个服务业。第二，就是特殊的气候，特殊的气候环境对一个国家来讲，你无法度讲啊，我要去强求讲我要爱安那。 他天天生，互你有即款诶条件。台湾有无？台湾有，台湾有,有一个特殊诶气候环境，叫做云雾带。啊，这是伫遮了啊七八年前，国科会啊透过全台湾遮诶生物学家，逐个来开一个会。咱台湾有啥物款诶研究，全世界是别人无诶，啊，个，安尼提出共同两个共识。 第一，就是珊瑚礁，因为咱头头讲全世界，加咱含澳洲有这款条件。第二，就叫云雾气候带，大云大雾，等台湾山悬山的环境大蒙大雾，造成一个足特殊嘅气候。啊，即个气候产生啥物款嘅产业？咱讲讲一项，茶叶，茶叶一，定要系即款云雾带，伊刚好多啊，发展好嘅品质出来。 所以咱台湾的茶，全世界有名。啊你说，你讲含人印度嘛做些茶啊，啊，中国嘛做做些茶啊，你讲比起来，完全无共款的口味。啊，可咱即茶做茶技术嘛是做特殊，所以即是咱未来台湾有法度发展的所在。咱台湾是伫热带。我伫英国留学的时阵，捌去啊超级市场，有一讲真欢喜，看着一项物件。 奶鸡，我讲哦，伫、哦、英国我哈多买着奶鸡，真正是真无简单。总下买过了，等去食。我讲哦，即奶鸡都含我伫台湾食奶鸡无共款。咱大家拢捌食过奶鸡，奶鸡啊，当足青个当半落来时阵，迄甲掰开，奶鸡的芳气就走出来。啊，后你个啃啃啃啃，吃了五六公，外口开始打起，啊，变作色，将哪来哪乌。 迄拍开了后，虽然食有迄个味，但是著色足大开，对无咱即嘛小日本，咱仔啊养起来袂足贵，因为啥呐？日本无山仔，你山啊是热带水果，山仔足熟个时阵切开。我伫英国的时阵卖买过山仔，迄山仔看起来足水个爱文切开袂食哩，是安呐。迄青个时阵挽落来啊，用冷冻船送去英国。 但是有一种柴张黄的，柴张黄的哦，用飞机送去英国，迄就含咱台湾食着艾文迄款食诶时阵，香味共款一粒爱挂生，你知无？五十英镑一粒，伫伦敦里边五十英镑。伊迄阵啊，我伫遐汇率两千块台币。咱老伙头把个物件保存好好，送去。 外国人无诶无遐多证，但是迄足吸引人诶即款诶芳味，咱绝对有法都趁着遮个钱。咱诶网文芳鸡迄网文芳鸡伫日本同款一粒五十磅，五十英镑。我知影即个介绍是伫我英国看电视，人咧介绍日本东京诶生活费用真悬伊都看着迄摕着迄粒台湾去诶网文相关，一粒伊讲迄爱五十英镑，我听者阿妈好呢。 咱有这条件，咱的农业有得发展呢。即马家村啥奶鸡无人用，大概也有兴趣去思考看卖。奶鸡人山仔已经成功啊，山仔已经有法度甲保存，甲遐卖的时阵，因为迄保存期限足短，伊开始熟了后，你都无法度看，伊会开始冻乌点，冻乌点无人要买啊。迄就像温州咁款，开始冻乌点都无迄个介绍啊，所以。 咩那个台湾即个奶子，用纯咱地台湾者较新个方式，伫国外阁有法多一礼拜就好，可以有好多白一礼拜就好。若奶子你趁起来好呢。啊，所以台湾遮尼啊好的所在，遮尼啊特殊个遮产业，咱有法多发展。其实对台湾来讲，你讲经济哪有可能会歹？ 咱第二点，趁钱趁了，咱来来思考做一个人的最基本的解答。咱毋是干啦有钱就好，啊有钱，咱安尼讲，沙乌地阿拉伯遐国家是毋是拢做好嘢，连变数拢用机仔做嘅。啊，但是一个阿拉伯人来遮，和一个美国人啊、日本人，你你敢会感觉阿拉伯人较有钱？你敢会感觉伊是一流国家嘅人？ 袂嘛，所以有钱无代表你会予人尊重哦、啊。人家是将你当作残疾啊，即个钱开开，较紧走。一个国家啊无、嗯、文化，会予看袂起。你看人法国，虽然啊、呃、法国伊个经济已经开始落来啊，英国经济开始落来，但是因靠文化，趁足少趁足少钱，因为伊个文化予人会尊重，讲即个国家无简单。 咱、啊、台湾的文化咧，啊，要讲着文化是较抽象，无法度像咱头拄仔讲经济，迄数字摕出来影相较高。文化咱用四个方面来看，第一，咱要看一个国家的文化，爱看伊有动人的故事无？有一寡、呃、啊，为古早时代流传来啊，逐个感觉讲哦，這个故事诚趣味，诚好听，互人感觉对人即个人性有产生即、這个啊、呃、好的。 啊！英雄。第二就是讲有水诶物件无，即、这个国家有发展水诶物件，互人感觉讲：“哎，即、这个国家袂歹。”第三点高值，高值就是古早时代，爱伫留留留，只要伊若无水无好用，无价值敲敲掉，所以会留老老弄啥有价值诶啊，这是经过时间安尼长古安累积落来，如果你即个国家也有高值。 有近代的高级代表啥？都伫即块土地面顶的人，拢是有文化的人，所以伊的移民间个扰乱，后代会感觉就好扰乱。啊，无换一代敲掉敲掉，你绝对无高级扰乱。而且高级扰乱代表，都伫即块土地面顶人的水准。你扰乱高级，会看你啊，袂看你？第四点，对现代，咱来看，即个都市逐家过的生活。 日常生活，你安尼门拍开，你所看到的是甚物款的情形？咱来看当年的故事，台湾真悲哀。咱头头讲台湾，伊并无一个国家的观念，所以作者人拢来统治过台湾，受到中国文化的影响上深，所以咱只作者故事拢是和中国有关系。比如讲、這個，只作者地方啊传说。呃 啊，个即挂宗教有关系，咱甲看着这即、個、款故事你，你啊听着你会感觉足欢喜，也是惊。啊好，台湾、中国著是要互你惊。其实台湾的文化，互你会有一个啊，感觉讲水嘅迄款感觉。<coughs> 我看看，敢像高山尔，含中国无关系，敢高山尔。吼、哦，高山做一寡因嘅传统嘅。 这店，因留落来是這這這啊，即个时间要做即个，这店，因个故事啊，即有时间咱来甲和大家分享。台湾甲春节呢，咱看来英国，我用英国做咧，就是，因为我伫英国住四年，所以我对英国啊非常诶了解，嘛非常感觉国家有法度像英国啊，发展观即款诶社会，实在过诶真正是一个人诶社会。英国即马有各国王。 啊，即个国王是查埔诶，叫做女皇、哦、啊！因留落来，即叫做白金汉宫头前诶贵宾交接。逐个去遮英国去遐参观，去遐游览，逐个拢袂去看因古早皇帝留落来故事。阿遐故事，我有一次去苏格兰，啊，买落两本漫画书。哎、欸，漫画书是啥啥？漫画书是咧写。 苏格兰的历史，写英国人安那欺负苏格兰，但迄两个漫画我看开那阵笑话的伊用足幽默的方式写出因过去足一种啊好笑的代志，啊即个故事。一个国家必须要有动人的故事，才是伊文化其中一个足重要的部分。第第二点，咱来看技术，啊有水的物件无？ 咱来看这张图，看咧，大家拢知影说啥话？范古话，范古是倒一个人，荷兰人。你若讲法国人，法国人啊，吼，荷兰昨天会倒单，因为足济人拢以为伊是法国人，其实毋是，伊是荷兰嘅人。荷兰伫阿姆斯特丹佮特别为着纪念范古，提前博物馆。 啊！即间博物馆我有去参观过，内底拢是伊的图。啊，即张咧，蒙娜丽莎》，大概嘛知影即相话，哦，大家温习一回。说台湾有无？台湾有一张图摕出来，大家讲啊，这台湾某一个作家画家画，全世界摕出来一定知影。敢有？如果啊，咱若摕不出一个，这就是咱未来爱努力的目标。 咱爱有一个人来代表台湾，互世界来了解、认定，讲即个是优秀的画家，咱伫文化这块，较算作成功。啊，若无，搁伫遐，家己伫遐咧，长江黄河真正系世界足歹看。会、欸、啊，咱个台生来，这样吼，这是一个啊、呃，台湾。 我目前唯一怎样，有伫国际社会，互人认定讲，哦，即、這个技术赞，对，即、這个，你用放出来，互大家听无？即、這个著是巴布合一。 时间的关系哦，咱欣赏写就好哈，有兴趣啊,啊？YouTube 一作者啊，巴布和音的这这音乐用来欣赏，这是雅特兰大啊，伊个开幕的主题曲内底，去外国人给提其中一段来做伊个音乐的配角，这唯一在世界舞台面顶，和世界的人。 伊听无，伊到底在唱啥？刚听到伊个旋律，感觉讲这是在啊，非常美丽音乐去用采用。咱台湾，刚拉这个去用啊，嗯、国际来认定。啊，过来咱看台湾水的物件，包括自然的景观。咱台湾有水的风景无？哦，这对天空。 啊，互、呃、台湾的上介好个礼物，咱有真水个山，咱有真水个海花，山内底啊，足侪看个风景，全世界嘛足罕有诶。咱有足水个动物，咱个海底有足水个珊瑚礁，啊，即种是咱台湾啊、呃，对啊、呃，世界来讲足特殊个一个环境。 伫头界二十年前，台湾是全世界伫垦丁是一个有名畅醉所在。但是咱着去一个核电厂啊，拆了怎转过来，渐渐渐渐，遐、那个环境变化去。伫南湾，那个南湾大概要去垦丁佚佗，就知影定定，足人伫咧骑遐水上摩托车迄个所在。遐、那個、南湾的岸边。 地方有一百厝，啊，迄一百厝其中一间是我啊、呃，我若去遐做研究，一个创水嘅教练，甲爸去买，啊，拢起拢带因兜，啊伊嘛咧做民宿，啊伊迄间厝当初是一个外国人，请外国嘅技师来去诶，伊内底有一个一个楼梯，是螺旋形诶。听讲遐楼梯全世界诚少有人学得做。 做咖你惊袂跋倒，因为遐毋是直个，是安尼靠一念个，爱是现场现做个、啊。啊，阮第一工啊，伊买厝买好了后，我去甲蹛伊个民宿，入去，袂提出来，房间入去袂提出来，看卡张讲，啊无，你说只物啊？出去因为门锁是外国门锁，你从来伫台湾毋捌看过。西阳区，哇，个、啊、水龙头是物仔伊咦，也无，纯咱个开关。 最袂未带出来，全部内底所有诶设备拢外国入来。啊是安那？因为迄阵仔伫垦丁迄个所在是全世界有名畅寿的所在，所以外国人、好客人甘愿开钱，因为定逐年拢爱来。开钱底下客钱别装，伊毋是讲一直坐汽遮，伊是来台湾佚佗诶，时阵免去住饭店，直接直接来坐因岛。啊，去景厝。 甲朋友同讲，哦，足济所在，人世界已经发展到即个程度，咱台湾啊，佮用即款诶电费，啊，佮用即款诶、啊、门板。所以，伫昆丁本来有足大诶机会，会用变做世界有名好客人，会来遮消费度假所在。啊，即码，拢人台湾人伫下咧买水上摩托车，吼、哦、啊，佮一个核电厂伫遐。 核电厂今年才有克约伊个使用个年界年限较今年啊，但是啊，眼、呃、前可能无法度停吼。咱、哦、来看英国，英国即个所在大家敢知影即个啥？即叫做 Stonehenge，著是伊伫伦敦个东边有一个所在，啊，有即石头，即石头拢悬拢超过三公尺，怀即支离看嘛是欲三三公尺。 啊！因有即个遗迹留落来，对因来讲是一个足有名诶自然诶景观。台湾有即个无？逐概一定讲无，无是因为你毋捌看过。我看何应元教授迄本古文化诶发源地伫台湾我较知影讲，台湾其实嘛足者即款巨石文化留落来遗迹，只是去互后来人甲这摕去做石材用。 个即拆拆落来，因为中国人来台湾统治，伊欲互台湾的记忆消失，伊个作者即款物件个破坏掉。英国有即款物件，你看，这是英国的砖卡。我阿未去英国的时，我感觉讲啊，这可能哦，要特别去选的。我去英国留学的时，我发现讲英国啊吼，你啊行出去啊，卡砖卡差不多拢安尼。啊，所以伫英国，英国个人做爱散步。 我伫英国凊彩行拢行半点钟、七点钟，上介久，我伫街仔路行七点钟，还、哎、毋是超工行车来，迷路啦。迄 <laugh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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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我当去英国个第一礼拜，啊去啊，讲买买物件啊。伫台湾的概念，路拢是十字交叉、井字型的，伊遐毋是，迄是一个古城，啊古城伊个路是辐射状的。我本来讲行到遮，倒弯个倒弯，都有法度原来所在。 到外国，我去到外国，唔好去倒去。所以讲、那個，伫迄个我读者迄个外国迄个城市内底行七点钟，揣无路通出去。啊，到尾啊，共问佫毋知影安怎倒来。坐公车去，伫台湾坐公车去，直接落车。你要等下要待坐对面嘛？对无咱拢知影讲？坐公车，加落车，要倒来去对面坐？你都要等下说，你原来说才没有。<laughs> 我去遐伫遐等公车去哩。佮我讲，我要转去下校，伊讲诺诺诺叫我落去。哦，会死。啊，但是伫遐时阵，我佮发现讲，原来世界拢是即款风景。无怪因的人哦，出哈者铁壳家，就是安那。伊活伫即款人的环境内底，较有度迄时间，有较有多迄心情去思考人较亲密的即个问题。 咱来看古迹，台湾啊，足、呃、有名，算古迹拢是庙。哦，天后宫、哦妈祖庙、足宅，但是汝看迄个庙，汝去迄个庙诶时阵，汝会感觉安怎？每一年诶过年，我妈妈拢爱叫我含面去拜拜。每一家去拜拜，我拢在庙口等伊。我甲看着迄庙，毋是我是基督徒，我去拜拜。是我，我甲看着迄庙，我著足艰苦入去，因为入去甲庙埕。 拢是烧香的烟，哦，迄烟用落我着艰苦济个。阮无讲啊，即下吼人古早人讲惊香啊吼、哦，着、就是不孝是安那，因为无爱拜祖先，着惊香。我讲无迄个代志，迄对人身体来讲诚歹物件。啊，你甲看庙附近、庙内底是毋是拢乌乌暗暗，看起来袂精彩。咱来看日本。 人日本留落的古迹是毋是咱艺术品呢？像咱台湾留落来物件就是算即款嘞。啊，你讲啊，英国嘛，安尼啦。即、這个所在是伫遐尼斯湖。咱知影英国苏格兰有一个尼斯湖水怪，即、這个即、這个古堡就是迄尼斯湖的边啊。啊，我昨去的时，阵，即个古堡已经变废墟啊。但是变变废墟，和台湾看的废墟的感觉无共款。 在英国，你也去游览，听听导游会带你去看废墟。你讲废墟有甚物好看、啊？我去看废墟的情我发现讲英国人是要留下来，因这是讲国家诶遗产、就是、（national heritage）。这国家遗产留下来要怎啊？我发现讲因足够经营这款物件。你要看這有一个人，这是苏格兰，伊也高地，啊，这些人叫本苏格兰迪。 啊，你知影，即、这个尼斯湖啊，吼、哦，足安静，足安静。啊，伊直接分来一款，你知影苏格兰伫迄款声调啊，吼，含即个环境，你伫遐，你会发现，你惊入去历史。伊即个咧作者介绍讲，即个永军是像一只通知，倒一个王，一只管，即个英国的百姓，惊入去即个废墟背景，有即个音乐，啊，加即个风景，英国人。 伊嘅生命随时和这个土地连结做伙，即系英国人来遮。虽然这是古早嘅物件，但是伊透过即个营造，何你知影英国是有历史嘅，因这个土地发生过啥物代志？你伫遮英国人嘅感情和这个土地透过古迹和这个气氛的营造，你叫英国人不爱爱英国，无可能。 啊，即、这个是伫我读册迄个所在啊，有一个古堡吼、哦，叫 Cliff Tower。啊，这是英军罗马人来拍英国先，都英国人也拍输，拢招你来这边。啊，每一年哦，迄、这个拢有一个纪念日，一家办宴会。我第一年去，就去参加迄个典礼，非常非常的精彩。咱来看吉尔罗，这是现代咱人大的所在，反映出。 即点人的水准，这是伦敦的街头。你看这，这这是商业区哦，这毋是住宅区哦。啊、哦，你看这大街路面顶，哦，教堂和壁的相关，你啊看感觉和即个所在，大家看了即就知影讲啊，这可能是台湾，因为啥繁体字哦。下 M 时看的无啥物感觉，你是看了就感觉哦。头拄多咱伫英国拢无看到看板，原来全世界看板拢走来台湾。 是安那？咱台湾人都爱用即扛棒，用即型诶。你敢知影是安那？台湾人就是惊人，毋知影我咧创啥。啊！而且自私。你看我即个扛棒，一只下脚是得得通甲出来，面顶佫较悬咧。我即个悬头前有一个狗扎咧，我都要通甲出来，啊我我來！无去用扎咧。足惊人，毋知影我伫遮咧。哦，伫洗相片、买相机。 谁啊？那呢？谁啊？台湾人一定要做安尼，因为台湾人做商业思想概念就安尼。恁兜有电话簿无？电话号码簿？作穑人无爱电话号码簿，遮中华电信拢互你家己去领有无？免钱去领，但电话号码簿是我伫英国学的。一个物件。伫英国你，你讲我想要买物件，买台北 Yellow Page，所以你看台湾的电话号码簿是毋是黄色的？ 伊嘛将黄页有无？迄块伊迄都配一个概念。你欲买物件，本来就要插电话簿啊嘛。内底伊只要较大件的，伊广告就较大块啊，你欲买物件，将来毋捌毋知欲倒伊经买，你已经揣上大件去安问。昨天有哩买买物件，刚无需要路路路，我倒来徛来去街仔路绕绕踅，去看看办讲，我欲来买物件，来找看倒位有哩未？ 现代诶社会已经发展到迄款咧，你无需要骑只乌托邦去外外踅哦，才有一间米店来食物件。伊透过伊迄个配置，透过其他诶资源，你根本毋免出门。你出门去，就是去你要去诶目的地。安尼是毋是会较省油？而且要去之前，你可开始会规划讲，遐歹停车，咱可能爱坐客停车,车，抑是咧坐地铁，抑是要安怎去。 啊，你啊，毋知，去乌半晡，你想看麦？咱即款嘅方式，第一正歹看，第一完全无效率。啊，所以只要互逐个知影讲，我用用无共款嘅方式，成理共款嘅做哩，而且可能做较好。砍棒钱会用省起呢？哎、欸，你吐到遮出来，第一危险，第二爱开较侪钱呢？喺美国，所有砍棒拢喺搭伫你嘅壁顶。 你袂使痛出来，即是公公共的空间，你袂使共占。如果大家的生活方式、思维改变，根本咱的都市的景观免存安尼。大家思维也无要改变，你也禁止讲砍板袂使痛出来，伊就烦恼讲安尼，我袂做生意。大家毋知影我伫遮咧卖面。啊，所以其实咱的观念只要改变，咱的生活的环境都用对立改变。 第三，咱来看，哎，第来来看国民诶能力。啊、呃，中华民国定咧凑单，哦，出国比赛得金牌倒转来，哦，咱倒伫发明奖去得奖啊？金牌摕一堆啦！啊、哦，我曾经问问问我一个伫美国美国人诶朋友，啊，讲，诶，啊，阮摕遮侪发明奖，啊，恁摕偌济伊讲，我毋知，影，我从来无咧比较讲发明奖，倽去摕奖？是安那？ 因感觉无重要，但是人你计较啥？今年诺贝尔奖发表的时，咱美国摕到几个诺贝尔奖？英国摕到几个？我英国伫遐留学迄年一九九六年的时，阵，因已经十年无摕着诺贝尔化学奖，一九九六年摕着全英国哇欢喜。的，为着因着迄个诺贝尔化学奖，佮做者特别的这部 BBC 加伫。 啊、呃，七点的时段播放，互全英国个人知影。那你计较啥？计较讲你即个国家有迄个才调摕诺贝尔奖无？毋是你计较讲你摕着几块金牌呢？所以世界一流的标准是啥？毋是这哦，是你有法度培养出诺贝尔奖主、诺贝尔得奖迄款人出来无？日本伫第二次世界大战了后，伊国家开始发展，因趁这样在钱。 但迄个阶段，因无诺贝尔得奖诶人，因为啥？因为发明因开发足者新诶物件，譬如讲永俊诶收音机，改良改良到迄个 w a l k m a n 哦，放伫迄个啊腰带面顶去跑步有哪听，愈做愈做愈愈有法度做者，但是有法度。 创造出什物物件，互诺贝尔奖？讲，哎，即是人类都毋捌想过的。你第一界发现有无？到尾啊，最近较有呢。今年诺贝尔医学奖是日本人共同得着之其中一个。伊渐渐有法度出现诺贝尔奖得主的人，人世界会认定讲，嗯，即、這个国家是含冤共款，是世界一流诶国家。你伫遐无知啊，吼！ 讲较歹听诶，即里底作者拢是有参加，钱交赫侪，就是金牌；钱交赫少，就是金牌。简单讲，你要金牌、金牌，是你你用选诶。即马作者，科技大学吼，哦、白下、啊、到今年去参加啥物发明奖，搁几个金牌倒来。我看着迄种感觉较更笑诶，一个国家哦，用即款虚计诶国民能力来互相比较。 是逐个愈比搞愈很慢。台湾有迄个环境来培养出诺贝尔奖得主无？以中华民国即嘛统治台湾，即个学术界的模式，拍死你都无可能。啥啊伫即个学术界内底，伊是惊厉害的人出头，所以所有诶研究经费拢收伫一寡少数人诶手头。我伫。 旧年我申请各国科会的医生伊甲我退回原因，伊爱写作者原因嘛？原因讲你写啊吼，无法度解决你讲的问题。但是伊其他诶嘛，必须比如讲诶，即、欸、人你申请的人学术咧啊，研究诶能力甲成绩好啊歹？伊我拢写好，非常好，但是伊着不爱服我，是安怎因为 你生产过电，我著听到风声去落地修炼的秋桃，今年绝对袂过。台湾呢，学术环境安呢？所以，咱必须要把即个环境改变。台湾即聪明的人，有头脑的人，才有机会来得到甲台湾杀出诺贝尔奖出来。啊，最后啊，咱来看人的素质。 这人的素质，牵涉到咱日常生活、咱规个社会的这个秩序。咱伫台湾，咱的人的素质，为即几点来看？咱来看卖，咱的人的素质好啊歹？第一，自私的程度，自私的程度对一个民族、对一个国家来讲，是一个成败正重要的关键。中国人伫台湾。 包括因伫中国所实行实行的这個教育的方式，都是主输的教育方式。啥叫主输教育方式？考试考了爱排名，第一名、第二名、第三名，第一名模范生，无啊名，哼无路用，坐去上学，壁，坐去放牛。台湾用这个方式，甲一寡人因为会晓读册，变做伊啥物拢是好的。 袂晓读书，变作伊甚么拢无路用，即人跳脚。用这个方式，大家为着要拼第一名，为着要拼第一志愿，养成的天然反射出来就是自私。我都捌拄着一个咧，阮老师，因查某囝读北一女诶，啊伫高三要考大学的时阵，因爸爸讲，你要认真读书，卖看电视，伊和因爸爸画帕拉剑。 伊讲，你至少互我看连续剧最后五分钟。因爸讲奇怪連，连续剧啊看最后五分钟有啥物好看？伊讲不管，你也无互我看。我明仔载去学校读册啊，我无法度当闲蛮起，是安怎？因为明仔载去上课个时阵，人讲，诶、欸，哎，昨昏读到几点？逐个拢讲，无啦，我喺度读册，很晚嘛喺读册，我昨昏拢看连续剧，所以规班拢去讨论最后五分钟。 伊每一个人去看迄最后五分钟，啊，拢读到两三点，是安那，惊输人，但是还阁等气票，我拢无读。啊，外国人会安尼无？外国人做细汉教育方式就是 team work，分组，恁即组内底成绩，就代表每一个人嘅成绩。所以你内底你搞，恁即组内底搞，你别说，我不互恁，我不互恁知影。 我家己好就好，无可能，因为你嘅好必须要含人分享。啊，所以既然安尼，你冇白讲计较，你会讲好。你去看美国抢救雷恩大兵，你看因嘅 teamwork 为著共同一个目标，人嘅美国人嘅军人是 follow me，中国嘅人嘅军人拢安啦？单兵主义，哎，前方有一挺机枪，把它歼灭，班长掩护你，唔好。 人叫你去冲，叫你去死，啊！结果咧，你跳起来，伊就先光。人外国人唔知影咧，外国人讲来，队我来。伫一个黑鹰计划内底，去带队迄、那个锻炼，迄、那个迄、那个军人讲，迄、那个队长讲，今仔日，我大家带来德德林的迄个范围内底，要个人救出来。今仔日。 最后上直升机的就是我，所以只要我活，恁逐家拢会活。安尼是恁带人是安尼带，中国毋是呢？中国人叫人去死啊、哦！啊所祖書，所以自私的观念，互或个国家袂兴旺。所以咱必须要为教育开始改变，互逐家爱搞即个人本来是一个群体群聚的生物，咱本来就是互相合作，这是天性。 你卖造成一个环境，互你自私、那個？迄个啊思想变做无限的扩大。本来人和人会用合作，即款的观念甲行为，因为为着要家己好，煞甲束缚起来。这对台湾来讲，非常非常的悲哀啊！所以这是咱啊、呃、爱思考一个人的素质上基本的观念啊。啊，第二就是、呃、群啊群吼群体的概念。 咱来放掉咱自私的观念，能够到团队合作。台湾大家好，台湾才会好，对台湾民政府也是同款。各州拢好，台湾民政府才会好，是台湾台南州好就好，还有台北州好就好。第三就是要有胸襟和远见。咱今日一看到世界一流的标准，毋是台湾门关起来，我上高。 恁被上界咬，安尼无效。第四，著爱有逻辑的能力。即逻辑能力对未来咱么建设建设台湾非常的重要。咱后学着思考，今仔日逐个来遮相信法律，著、就是爱培养即逻辑思考能力。咱来分辨，现在中华民国敢讲唔对，现在目前咱所讲的法律提出即个证据是对，原因是对。 啊，所以这是咱啊未来重建台湾非常一个重要的啊目标啊，甲定数啊，遐今仔日啊王姐含大家分享啊，多谢大家。各位同事，下课休困十分钟。